爹娘，你来干什么？有些事情，你不应该好好跟我解释一下吗？哼，本想放你一马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那我只有勉为其难收下了。吃了你们两颗玲珑心，我就能拥有神力，功力大涨。 你不行，我不能这么倒下。 生有玲珑心之人，拥有天生神力。子乔，你要做什么？